真好呀。院子里的花怎么一朵都没了？不行，玲玲得在院里种花。开始吧。还有像玲玲一样漂亮的花儿们。就可以了吧。等等，朋友们，种花之前好像还有事情要做哟。来，像这样子慢慢的，这里那里全都浇上水。好的，在种花之前往土壤上浇上水，听说花花会长得更好。现在可以种花喽，黄花花、粉花花、橙色花花，最后一朵红花花，种花结束。果然有花花的院子更漂亮。玲玲，我们需要水和养分啊，快给我们饭才行。花花们都饿了。我最爱的巧克力和面包，你们也喜欢吧？哎，玲玲，不能给花花们这些东西。不可以吗？为什么呀？花花们需要的是阳光、水分，还有土和养分。如果想让花儿们长得好的话，就得给它们这些。现在知道了吧？啊，这样子。玲玲喜欢巧克力和面包，花花们却不喜欢。我要给花花们他们喜欢的东西才行。花花们，那这个玲玲吃，我会用土和阳光、水、养分，还有玲玲的爱，好好的养大你们的。哼。